健康就很帅，这是第四届国际先生选美比赛即将登场了。那么来自19个国家的帅哥选手今天齐聚亮相，当然每个人都有不同特色。台湾的参赛者不但长得帅，这身材更是一点都不输外国选手。各国型男一个接一个出场，每一个都露出阳光般的笑容，还来一段专业的台步走秀。来自40个国家的帅哥，每一个都有不同的特色。从英国来的 Will 留着性格的络腮胡，斯文的笑容，很有绅士风格。埃及的 Karen 只有23岁，浓眉大眼，五官深邃，还练了一身强壮的肌肉。而这位美国的 Josh 带点酷酷的模样，185公分的好身材，镜头前表露无遗。那咱们台湾的选手在哪里？这是他今年25岁的石永维，虽然还在念书，但已经有国际走秀的经验。面对来自各国的挑战，他很有信心。对，参加泳裤会不会害羞？其实还好，还不太会害羞的，我还是蛮有信心的。除了要穿上小泳裤展现二头肌，评分的项目还有气质和口条。这是国际选美协会在台湾连续第二年办比赛，冠军可以抱走16万的奖金。不管最后奖落谁家，这些帅哥们的模样还是在台湾发光。记者李自颖、汪志聪台报道。